其實阿美華同你好朋友啦，其實都係大家互相幫助，大家互相照顧喎，係咪？30多年啦。30多年朋友啊？嗯。哇！宿舍，我根本就唔想入。宿舍你又唔想入啊？嗯。點解咧？因為呢啲嘢係。咁你唔惊危险啊？唔惊，自己小心啲。自己小心啲。嗯。即系你都想坚持自己生活一个人，系咪啊？即系惊年纪大咗，体力唔系咁好。唔惊。唔惊。唔惊得咁多。唔惊得咁多。其实自己生活就会开心啲嘅。而且自己生活，我都生活咗10多年，譬如今日未话唔排住，唔话咩事，我咪出街食餸，出街食我10多个人。